山口百惠年轻就照，青春有活力，那个时候的纯天然美女真的很美。山口百惠是一代人的偶像，与她的歌有关，与她的戏有关，与她独特的魅力有关。恰恰是这份特立独行，使得百惠成为许多人年轻时的一个梦，她无疑是日本美好时代的象征。这张照片，山口百惠一袭学生装，浅浅的笑容，调皮可爱的小虎牙，尽显青春活力。在那个没有任何拍照技术的年代，百惠无疑是自然淳朴的，令人惊艳。山口百惠与三浦友和、因伊豆的舞女而结论，百惠美丽纯真，三浦阳光俊朗，他们的颜值真的很高，被称为最佳的黄金搭档。合作的主要作品还有《雾之气血疑》《是的冲击绝唱》等。1980年拍摄了隐晦纪念映画《古都》，同年10月5日百惠发表隐退宣言，11月19日百惠与三浦友和举行婚礼，婚后百惠回归家庭，世人都知道小百惠嫁给了爱情。山口百惠是日本最具人气也最有观众缘和票房号召力的三栖明星，之所以隐退，只因三浦友和给予了他最大限度的关爱、理解和尊重，这对于缺乏父爱的百惠来说感触很深，他不想错过，守护着爱人与家庭，幸福一生。祝奇闻解密原创文章，未经允许不得转载，图片来源互联网，版权归属作者。 Thank you.